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徐。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六七万块钱的水平啊，买什么车比较好，然后动力又可以，空间又大，然后品牌还不错的。然后今天就来了我坐的这么一辆车啊，就是这个哈佛的 M6。这个车我还是比较推荐的啊，虽然说它这个车子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，但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来说，我是最推荐这款车的啊。这个车六七万块钱的水平，然后手动挡，自动挡呢可能就是七万多，手动挡的最低配的应该是六万多块钱。六万多块钱的价格，你还想要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马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啊，看一下空间，然后看一下底盘，还有发动机这一块啊。这个车开了有四万多公里，接近五万公里了。等会儿给你们看完之后说一下这个车的感受啊，真的还不错。这个车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配置和内饰怎么样啊。先从玻璃开始看，一键升窗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灯高度调节，这个防侧滑 ESP， 有个定速巡航，多功能方向盘，还有胎压监测，看到没有？其实我觉得长城的车还挺厚道的，虽然这车价格便宜，但是别人依旧给你配了数字显示的胎压监测，不像某些品牌都没有胎压监测啊。而且这个是个手动挡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自动空调，还是双驱独立控制的，非常的不错啊，配置也完全足够了。手动挡这里有两个大大的杯架，机械手刹，这车应该是和 H6 要保持一点的差别，所以说用了这个机械手刹。这边这个扶手箱也蛮大的，这个座椅坐着是真舒服，挺软的，坐着是真不错，很有这个日系车的风格。然后有一个天窗，看一下后排啊，后排空间完全足够啊，真的完全足够，但是这个靠背可能稍微短了一点。好了，空间差不多就没什么特别大的亮点了，马上给大家看一下底盘啊。朋友们，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车的底盘内饰，
然后你们觉得这个车的性价比怎么样？我个人觉得在六七万块钱水平里面，这个车的性价比超高的。然后说一说它的优点和缺点吧。优点就是这个车是手动挡的高配，应该是七万多，裸车价是七万多，还有一个最低配是六万六的指导价，那个车没什么优惠，这个车都没什么优惠，最多也就优惠个一千块钱吧。然后这个车的配置蛮高的啊，这个车手动挡的高配有这个无钥匙启动，然后无钥匙进入，然后还有这个自动空调，这一键升窗这些都有的啊，还有这个定速巡航也有，然后中控大屏也有，倒车影像，配置都不错啊，还有这个底盘这一块的材质也用的不错。但是我给大家说一说缺点啊，缺点就是这个车我开起来啊，真的不咋地。如果说抛开价钱来说的话，我开的这个车我感觉真的不咋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首先来说啊，就是它这个发动机声音有点大，因为这个车是用的老款的长城的 1.5T， 技术比较老了，声音大我可以理解啊。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离合太高了，而且稍微踩着有点重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，挂挡，这个变速箱挂挡有一点深色，而且没有什么质感，和大众的手动变速箱和标致、雪铁龙这些手动挡的没办法比啊，真的没办法比。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变速箱和这个发动机这个匹配啊，没有做得特别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车我离合稍微松快一点就熄火了，正常来说调教好的车它不会熄火的，而且别人那个离合你就算松快一点它也不会熄火，但这个车呢不行，你稍微松快一点点就熄火了，知道吧？而且油门稍微没跟上的话也会熄火，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车子太大了，有这种可能啊。说一下这个车的另外一个优点啊，就是这个底盘我感觉还可以，虽然说转向不怎么样，但是底盘过坑啊那些感觉还是蛮舒服的，和十万块钱以上的车有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。还有就是座椅坐着非常的舒服，特别的软，空间大，这些就不说了啊，价格低。然后再夸一夸它的底盘啊，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底盘居然没有任何地方有生锈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之前看其他的有一些车，不论是国产还是合资，开了几年之后或多或少都有生锈的情况，但是刚才我看这个车几乎没有，包括排气管上面也没有生锈的地方。这车跑了五万公里左右，47000，那应该也开了两三年，但是这个车没有啊。然后它底盘呢，我看有喷的那个胶都蛮多的，这个我还是比较震惊啊。这个长城，这个车是长城旗下说白了就是入门级的车，它成本也没有省太多啊。然后而且这个车几乎没有什么优惠，这种更说明了它的成本高，成本高才会没有优惠。那你要有成本低的车，两个月卖不好它就开始降价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我还是对长城公司蛮满意的啊。说白了这个车六七万块钱就是平常老百姓用的车，只要把这个防腐能力其实做好一点，其实发动机差点就差点吧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去像我这么去试这个车啊，因为我修车的嘛，这个车子试的太多了，肯定第一时间开的这个车觉得有各方面的感觉不怎么样啊，但是其他的方面都还蛮好，家用像我们农村的人开的话还蛮不错的，好吧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对小徐视频感兴趣的朋友麻烦大家点个赞加关注，好吧。有什么车子的问题可以在后台私信我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